你知道乌龟会脱壳吗？没养过乌龟的人可能会想说，笑死，骗我国中没读过生物吗？乌龟的壳跟乌龟是粘在一起的好吗？其实也不是整个外壳像背包一样的脱下来啦，它像是蜥蜴啦、蛇啦的脱皮，每到一段时间就会汰换掉最外层的壳，掉下来就是像这样的薄片，是透明的哦。因为它脱壳会从旁边的地方慢慢掀起来，通常不是全部一起掉，所以不知道它会掉在哪里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。像我桌上这副啊，是我养巴西龟的壳，它还健在哦，每天都开心的在游泳。这是非常非常难得才收集到的整副龟壳，因为太难得了，我就有特地的把它留下来。你看，这是背甲的地方，这是腹甲的地方。